我是说，如果我可以帮忙找回那批失窃的护照，我是不是就可以来上班？原本我以为他是开玩笑的。 现在看起来有点本事，不过他的朋友三教九流的当保全合适吗？你老实告诉我，那个人不是你对不对？你想怎样？当自己是条子啊？要抓我立功？如果我真的当上保全，要抓小偷，我希望永远不要遇到你。赵叔，出来！ 当个保全，那不是了不起了，是不是？帮人家看门，让我们保全狗，老子一辈子都不缺干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也是兄弟。10月24号晚上9点，开创者隆重登场。